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练小声长音的练习。如果你可以将一个音吹得很长又很小声的话，表示你的嘴型和口腔的控制是非常好的哦。请先确认你的嘴型是正确的。接着，在送气的时候，请保持气的集中，请不要用哈或是呼或是喝的方式来送气。送气的过程中要保持气的稳定和持续。现在就让我们先从中音哆来开始练习吧。整个过程中，你的腹部还是要持续的向外用力，嘴巴就不需要再特别用力咯。那如果你的声音变成这样，有忽大忽小的状况的话，就要再赶快检查一下是不是嘴巴的某个地方太用力了。如果这个音你可以吹的小声又稳定超过10秒以上，那就恭喜你可以继续练下一个音咯。